第一站来到东海岸的天然地质公园，逛着逛着，竟然有惊人大发现，那边有外星人啦，有 ET 在那边，他等一下会不会把我们抓走？手工现做窑烤披萨，自弹自唱 live 表演，台东披萨店的老外阿贝多才多艺。我要来找一个叫做阿北的很会做披萨的人，可是那位阿北在哪里？ Where is 阿北？ Hi， Where is 阿北？我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你是阿北？50年老店的手工米苔木，一到开店时间，人潮马上聚集。这边的米苔木好厉害哦，因为它在热汤里面泡这么久，还是很 Q， 而且啊，就还可以吃到一点那个肉燥的风味，然后还有柴鱼的风味。然后所以吃起来整碗就是，我觉得带有那种古早味，但是又劲道十足的一个米苔木。超惊人 3D 地景艺术，地震度破表，互动超有趣。我们一步一步要非常的小心哦，都要踏稳，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了。小心。摄影师，你过来的时候也要小心哦。接下来这一步好远哦。嘿。